民众党主席柯文哲遭北院裁定收押禁见，刚刚民众党也释出一段柯文哲今天上午在进北院开庭之前预录的一段话，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我知道大家都非常关心我的状况，不好意思让大家担心了，其实你们照顾好自己就是对我最好的帮忙，请大家认真过每一天，快乐过每一天，心存善念，尽力而为，让我们继续努力。